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刘老师。昨天不是去检查了吗？然后医生建议我去县里面再做进一步的检查。快八点了，现在出发。今天早上也没有吃饭。怕抽血吗？好像是甲状腺几项检查，五项还是几项，忘了。我先拿着我的昨天的检查结果，让我妈妈跟着我一块去。走不走？再去拿口罩。啊，戴好口罩，我都不想戴口罩，我一戴口罩我的眼睛就哈气。我哥去了，叫他去不去？不用给他去，我自己都可以，是吧？我哥不用去，咱俩走啊。我开慢点了呢嘛，是不是？我不得走着走着去的，去了还是他去？嗯，不要去了，不要去了，有多大的事儿？我们到地方了，我就是个人才。来的时候我没拿钱，我有手机，有手机在。拿口罩没有，妈妈？手机可以支付。我的眼睛哈气了。医生建议再重新做彩超，还要再做一个彩超，说这个清晰度不高，还有再抽血，再进一步检查，先去抽血。二十二号，现在是九号，现在我们在这儿等彩超，检查完咱就回家吧，到下午再过来，反正也不出结果，那个抽血也到下午两点才出来的，那个就是那个血到下午两点才出来。就是我能摸到这儿有一个疙瘩。就是我一摸，他能听到咯吱咯吱响。然后刚才问医生，医生就说等检查结果出来再说。检查结果出来了。出来了。出来了。啊。嗯。咱。确实。发现多疑囊肿啊。右侧还是右侧？右侧确实有点问题。血流丰富，他是我血流可丰富，他血流可宽，是因为疼他紧张了还是咋回事？血流宽啊，他血流可宽，叫我建议查个甲亢，不是检查完了吗？甲亢抽血，先让医生去看看。太小，他不也不是说不建议穿刺，看结果吧，看血的结果吧。俺俩等到穿越再看看。他就是穿越的看刺是比检查一下是良性还是恶性的，是不是？那恶性的话，那就小的赶紧吃。啊？嗯。别害怕。我不害怕，害怕啥？然后说是囊肿是比较小，但是纵横比是大于一，一般是小于一的不建议，然后大于一的建议做那个穿刺检验一下，看是良性还是恶性的，然后等下午的检查血的结果吧，然后做综合的参考，到时候再说。